盼望着，盼望着，申纯来了，跟小伙伴们的日子近了，一切都像是刚开始的样子。傻傻的睁开了眼，你看着穷极了，我也穷极了，大家都是懵逼的样子。今天我们做个季前生存决斗赛，决定出两名幸运玩家，并获取道具卡，一张叫消除，一张叫嫁祸。消除可消除一次任务，嫁祸可增加其他人一次任务，而获取的方法就是在对局中活到最后的两个人。而每一个房间所存放的武器都是不同的。哦，小伙伴们，我说的够清楚了吗？你说话能快点吗？你要急死我呀！这个咋还急了这？哎呀，年轻人太浮躁了，太浮躁了。好，咱们现在已经成功放了三个球了。哎，这些球里边的武器呢，虽说都是随机不同的，但是光随机不够。哎，我们必须要给它增加一定的这个趣味性。哎，你们说信不信？来，我们看。接下来这个箱子呢，会是所有箱子里边最有意思的一个箱子。我将在这个箱子里放一套。奇套装，别人武器我吃席，不知道哪一位幸运小伙伴会抽到他呢？哎，给他64个云团，自求多福吧。当然，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刺客箱子，虽然没有近战防御的装备，但是放成远程攻击，那可是一把好手。除了神射手，我们这里还要有一个阴人的老六，哎，偷偷放毒。全是带毒性的武器，刨去神射手以及一些阴人的角色，我们自然要来一个狂躁一点的。哎，火箭发射手，特战兵也得来一个。哎，能吸人能抓人的一个近战武功高手。最后一个咱们就来点玄幻的。哎，是一个会飞的魔法师。好了，咱们这个装备已经全部都准备完毕了，现在我们要打扫一下战场。哎，在中间留一个适合我们作战的位置，接下来大功告成，是时候把小伙伴们招进来，开始我们的新型赛季任务极限生存第一轮道具卡获取大比拼。啊，对了，最后还得给大家弄一点物资，哎，方便咱们进入这个道具球里获取武器。默默不愧是你设计的游戏，简直是没有任何漏洞。Hello， 各位生存强者们，你们好啊！欢迎来到第四季极限任务生存季前赛道具抢夺战。第一名和第二名将获取道具卡，为自己下个赛季争取活下去的机会。而我们身后的七个神秘房间藏有不同的道具。谁会成为七个神秘房间里获取吃席套装的幸运儿呢？谁又会成为坚持到最后一名的对战强者呢？兄弟们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现在比赛开始。七个神秘的房间，六种不同的结局。今天我们将角逐出最后。加油，活下去！冲呀，兄弟们，赶紧抢武器！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每一个球都是啥武器来着？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啊，算了，反正不是吃席武器，我们就没有关系。啥武器我都能大杀四方。我们走，我可是战神默默。干啥嘞？我们赶紧搭上去！哇，那边是谁？那么快都已经进去了？也怪老师在打我。没事，地瓜，不就是最后一名吗？没事。默默要到家了哦，走，快进去看看是什么武器。哦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让我看看。哦呦，战神套装。等一下，我还没上去呢，忙互相打，还没上去。你们说啥就是啥。女孩子打游戏真麻烦，真麻烦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出来挨打吧，哥。好的。咋了咋了这是？哎呦，小一姐，我让你等我上去。哎呀，咋了这是？你们过来打你们搁这过家家呢？你们小一
还在那袭击别人呢，臭傻子。没事呱呱，我给你袭击他。哦，谁？谁抓我呢？这咕咕。啊哈，谁抓我呢？哦哦哦。跑哪儿去？哦，屠龙少年终成龙，小雨狗狗一路走好。被怪打死了没事？什么被怪打死了？你被小雨狗狗打死了，你甭在这甩锅。哎，这俩货不是死了吗？这咋又复活了？啥呀？没复活呀。啊？呱呱为什么没复活？呱呱，你是不是做啥亏心事儿了你啊？不是，你们别在下边乱跑，能不能咱按规矩来？我重开。哎呀，吃毒啊！嘿嘿，默默到家。哎，这又是个啥？啊，我丢！咋了？这呱呱又没了啊？大菜狗呱呱。哦，这还有个野人，这是干啥来了？这是给默默送装备来了。这是开局自带一套甲。哦，那是。你们装备好了吗？我要出来了哦。然后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八哥躲哪儿了？出来挨打。哟，这一个个都躲到房子里。来，默默，咱们藏起来看看，第一个要解决谁？呼呼呼！我这是啥？索辣，真的是无语啊！索辣，索辣是什么东西？索辣花，妹子拿赤旗套装厉害呀！出来，快出来挨打！呜、哦、呜、哦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八哥哥，八哥。你飞啥？我就在这儿飞。哎！别！哎，桃花哥去哪儿呀？喂，八哥别跑，让你走了吗？啊，让你走了吗？嗯。小默默你。哎，得了。我去，谁干的这是啊？我也死了呀！呱呱，你咋这么阴险呢？干得好，干得好！什么这么阴险呢？地瓜干得漂亮，我喜欢。哇，啥呀？八哥，我救了你，你不可能杀我吧？还有你们这样玩的呢？哎呦！哇、哦，谁炸的？谁炸我呢？哇、哦，小燕子，小燕子给我报仇！小燕子，小燕子，别让小雨狗狗跑了，轰他，轰他，对，瞄准，别怕，弄他。啊！奈是，还剩下三个人，小叶子赶紧走，要毒死了。了小叶子，你炸虎妹子呀？你咋不炸他？他们舍不得欺负我。漂亮漂亮，四娘娘。好，现在我宣布，最后的第一名和第二名道具卡获得者为地瓜妹妹和小叶子，恭喜这两个狗贼。我死的好惨呀。